他还有个蒲团儿。那你就一起给他发物流嘛，免得拖土回家拖的那么干巴巴的不好那啥了。你直接打软子抠门儿啊，软子抠门儿啊，我废话我肯定软的了，我不是废别个，我没得废跟我接干一回事。你把我当个耿主任跟我就磕就是那个软硬实，我废话肯定我磨叽的。来。鸡养是吗？好的，姐姐可以的。然后你喜欢那种小朵朵一点的，我给你挑几个那种。把软叶多少根我抓几个来，我粉色人，我粉色人，我绕多少？软叶多少根抓几个来？粉色你要啊？这个吗，姐姐？是这盆吗？是这颗吗？那个花是这盆吗？是这盆吗？粉色软软多多的，是这盆吗？好吗？截图嘛。那我给你弹链接哈，来一二三，有小点的话姐姐们，但小点的话没这个颜色好，也没有这个好看哈，肯定品相上面不是就肯定没这个好哈。我们摆的话前面肯定向你们摆好的给你们挑哈，来你截个图吧，这个你发物流或者是脱土发都可以，我个人建议你们的话可以带这个塑料盆给你们发物流哈，买四颗我给你那个啥的是含盆含土含运费给你包邮的哈，亲爱的你回家不用准了。哎，这个咋地呀？哇、哦、这个好看，咱姐姐你要吗？天哪，人家韩国来的韩货好好看，天哪天哪天哪，好好看好好看，哇塞，就是没上盆，有空盆的话可以补这个，姐姐这玩意儿好养。哇、哦、我们骨好看呢，我天哪，这是个赌坠吧应该是哦，但是分赌了哈，你看前面的，哇这颜色好好看呀，这不是化水哈，它就是这颜色哦，化水色，它这肉，对它这个肉养到全状态就是这颜色，他就是这样的，给你个福利哈，姐姐哦，不贵啊、哦，我们家卖大货给的还是很福利的。来，你截个图哈，姐姐，你看价格吧，可香了。来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没砍头的，朵朵的，颜色是真好，形也特别好，像不像爱心一样的一个大胸花，后面全朵朵，一个大胸花后面全朵朵，可以吧？来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截个图哈。来来来来来了，哦，好好看呀。哇天哪，好好看呀，这颜值绝了，我的妈耶，好好看呀，好可以了。来下一颗的话给你们看看这个吧，下一颗给你们播过这个吧。其实原子抠门姐姐你那边如果那个天气夏天温度高可以来这种哈，搞快点搞快点。好的姐姐，四盆了是吧？四盆了，我等会给你找一颗哈，反正四颗梨一颗，那就把这个给姐吧。来来来，给他搞个那个，搞个把那个粉的给我，或者是你看有没有三盆粉这，我给你留一个这个啊，来这个，咱这四颗给一颗哈，拿过来着，四盆我们家就送你一盆好不好？等会儿再凑四个，我再给你送一盆哈，姐姐，那给你送个这个，我送的话都是送好的给你们哈，不会送那种差的，也不会送那种丑的给你们，这个吧，我看姐姐平时那啥的哈，这个送你啊，姐姐你看吧，弹个一块钱链接给你哈，来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截图，好，可以了，好好看呀，真的好好看，你看这个控养的多好，这种东西你就不用担心夏天度夏问题了，不用担心夏天度夏问题哈，都很好养的。来下一盆给你们播个，哦，播个这个呀，这个好看吗？这个好看，我一只手不好整，我就这给你们拿吧，拿过来，来这一盆。你要那个仙子啊？哦，好的，多多，好，我给你拆啊。这颗好，我们家是定向链接，一步一拍哈，亲爱的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要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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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看。过几天发回来，好的，姐姐，我给你塑料盆，给你发物流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，好好看呀。对，今天到了好多好多新货哈，红姐，好好看这颗。红姐，你要吗？这盆可好看了，很好度夏，也很好养。你看这颜值可高了，包包的，包子脸的，给你个福利吧，好好看呀！我这肉，他们之前寄养的有一盆上了盆的，巨好看，很少见哈，这肉不知道是什么杂交出来的，但就是我就看这颜色比较透哈，叶层也比较多，还可以哈，庄子也比较老。好的，姐姐，我先放边上放着了，继续给你们拆啊！还这里还有个粉兔坠呢，我给你们拆这个粉兔坠看看吧，来来来，看这粉兔坠画。我今天收了一颗粉兔坠画回来，可好了，我先把这个拆给你们瞅瞅啊，粉兔坠画，这个粉兔坠就是时间比较赶哈，没配个好盆，如果配个好盆的话就更加出彩了，单瞅一下吧，带个胸花朵朵的，我就挑这个肉，主要是我觉得形儿比较好啊，
然后前面的这个造型也特别好，给你们瞅瞅。这样看吧，我这里没有哈，我这里没有向阳姐姐。如果你要买那种那啥的话，我们家那种没有，一般的话都是控好的那种。你们这样的话只能买那种外面的亮拍的哈，或者是怎么讲呢，就是那种我们家这肉都是便宜的不好卖哈。给你们看看这个粉兔坠化吧，我今天收回来的，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。前面带一个大胸花，后面带一个板子的朵朵哈，形也特别好，给你们瞅瞅哦，形是真的好哦。我觉得你们觉得我种那个盆好看吗？就是刚刚那圆的那盆还其实还可以哈，好好看。这个马上基本上就是全粉的，行，好好啊，就是没上盆啊，我今天没来得及哈，还没栽呢，我先往前边给你们转啊，来拆这个壳瞅瞅，上盆了吗？想看看姐姐正在给你栽，正在给你种哈，姐姐，你别急哈，有那种有这个有这样子的，姐姐，我给你看嘛，你把那个抬出来给我瞅瞅，那个给郭姐看看吧。那给郭姐看看，来，没关注的话左上方帮我点点关注，分享一下直播间啊。那个给郭姐看看，这盆好看，跟你那颗有点像啊，跟你哪一盆有点像啊？那个哪一盆？我给你看这一盆啊，这个叫啥名字啊？你说哪个叫啥名字啊？小先生，哪一盆叫啥名字？哪一颗啊？是粉兔坠化吗？还是你说的哪一盆哈？你得跟我说哪一颗哈，我才好给你们讲哈。你看这一盆吧，那个郭姐，等一下我哈，粉兔坠跟你这像，对，跟你那颗形差不多，都是前面带胸花的，啊，球面带胸花的形差不多。你看这一盆吧，郭姐，大包子的，你看这个可以吗？大肥包子的，巨好看。就是刚你说的那个紫皮新影哈，这个就是成金黄色的朵朵的，杆子特别老哈，巨老巨老，杆子下面的给你瞅桩子啊，特别老，你看看粗不粗，像这种老桩子都是好多年的，好多年的，你看吧，是一样的，姐姐，只不过这个就是头大一些哈，就是它的头要更大一些，叶层要多一些。那个姐姐还没发货吗？来放下来吗？我就放这儿给你瞅吧，你自己看吧，就是没上盆儿，今天拿过来比较忙哈，还没时间种呢。你们喜欢的扣个一，我给你们弹链接哈，还好价格不贵啊，主要是叶层是真的好哈，真的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看嘛，杆子是真的好啊，形也特别好，你看这一颗叶层是真多啊，我的妈呀，真的好好看，你们自己看哈，有觉得合适的话你们就喊我哈。来下一盆吧，下一盆我们就拆快点哈，过段时间发货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你们要什么时候发，朵店里面联系客服哦，我就按照你们的要求给你们发货哈。下面另外一个红朵朵看看，下面另外一个红朵朵是这个吗？一号的还是二号？这个郭姐你看看，一这个二这个，你说哪一个？一这个二这个，一这个吗？是一还是二？你跟我说一还是二？一这个是吧？好的，给他看一这个吧。好的，给你看一那盆哈，姐姐，一这个好看的，我给你看看，这个控的可好了，颜色也很好，形也好，哇塞，真的好好看，你看看郭姐，哇，得让门骨好看呢，我的天哪，绝了呀，真的是绝了，太绝了，你看看里面这桩梗，你看这朵朵颜色是真好，杂交姐姐，杂交出来的，就是它的颜色现在就这种透粉透亮的，比你上次看到那一盆的话，我说颜色要养那种的话，叶片要宽一点哈，叶片稍微要宽一点点，你看一下啊，好，可以的，那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吧，下面看一颗，哎，我觉得兄弟呀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前两天姐姐们你们看到那颗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哦，叫什么来着，鳄梨是不是啊？那给你们瞅瞅哈，这个好看，你别动啊，给我侧面给我瞅一眼啊，这个怎么样，黄的，哇塞，这个好，天哪，这个好好看呀，这个里面的有了，今天有蜜烤哈，给你们瞅瞅吧，给你们看看这一颗大肥朵朵的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好啊，这个太好看了，你看土控了好之后，土换了之后它那个控出来颜色就不一样，看到没，然后你们要看那个卡系的，那把这个给我抬出来吧，把那个抬出来给我瞅一眼吧，主要肉有点多哈，今天新货有点多，你们先挑哦，
反正先挑先得哈，先挑挑好看的，挑那种你们觉得好的，型好看的。不贵啊，那个爱运动姐姐，你们喜欢的话扣个一，我给你弹链接啊，都还好，都不贵啊，都挺福利的价格。我先把外面的这个给你们拆开啊，拆开你们先挑啊。主要是这肉拿回来一阵儿，路上山上路不好走哈，给它保护一下。看这个蜜卡怎么样？来看这个蜜卡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我还没种呢。那个笑脸你看看啊，你要那种一两百的可能没有哈，那个笑脸哈。这个就是叶朵很大，暗纹也很好，杆子也很老，就是差个好看的花盆儿。唯一的点点就差个好看的花盆，看侧影是吗？好的，就差个好看的花盆。我给你弹链接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要觉得能，你就去拍啊，你觉得合适就拍啊。这个价格也是今天给的很福利的，你自己看吧。就是每一次新货回来的，没上盆之前给的价格都很福利哈。这个其实上个盆不比外面四位数的差了，包括我之前卖的，你自己看吧，型可好了，朵朵也很好，暗纹也很好。杆子也很好，老个面看都好看。这个叫蜜卡哈，亲爱的蜜卡。然后你看上面这暗纹，你看这边这暗纹，哦，我的妈妈真好啊！我的妈呀，就看这暗纹，绝了！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没上盆哈，有一点点就差个好看的花盆啊，差一个好看的花盆。我放这里放着啊，没拆的也是吗？没拆的，没拆这盆吗？这盆不是姐姐，这盆不是那不是那个。我给你看看这没拆的啊，没拆的不是这个品种哈，没拆的是另外一个品种，我给你们都剥一剥哈，但是我一只手不好整，我就这样给你们把这个散开，就这样吧。红色这是没有名字，不知道是叫啥，也是属于韩系冬云哈，亲爱的，等一下我都给你们拆开，你们先挑啊，来，我给你们都看看，好看的，全，哎呀，没得那个胖块，表的胖块。来，我给你们瞅一眼，来，抬起来给我瞅瞅，抬起来给你们看一眼啊，你看没有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好好看呀，哇塞，这个，哦，这个真好看呐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太绝了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叶层控的小，控的那种短肥圆，看到没有，朵朵的，跟你那个是一样吗？姐姐不一样，这个品种你们都没买过，这个品种你们都没买过，姐姐不一样，你就看这个头吧，就我寄养区也没有哈，这玩意儿我寄养区也没有，你看就那种很包很包的叶片控的，而且里面它的颜色跟外面颜色有点不一样哈，有的剩下都是四位数的，三位数就那一盆哈，三位数就那一颗，好好看呀，真的好好看，你看这个主头，你再看旁边这一圈的崽崽，哇塞，这个真的好好看呀，我的妈呀，怎么那么好啊。倪真姐姐，你感兴趣吗？感兴趣的话给你个福利啊，还好不贵哈，这个肉真的可福利了。每次新货回来的，给大家说一下，新货回来的第一天哈，价格是很福利的，可香了，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基因好啊，我寄养区里边一颗样本都没有哈，我就这么一盆啊，你们自己看啊，我就放旁边放着了，来接着看别的吧，接着给你们再瞅哦那盆吧。那个香妃姐姐福利啊、哦，你们看看，如果感兴趣可以跟我讲哈，我把肉都拆开，你们再挑哈。但我觉得怎么讲呢，先挑好的哈，你们每个人眼光不一样吧。其实这个也好看的，这颗那个笑脸你不要，这盆的话我就下架了哈，亲爱的，后面上盆的话就不是这价格出了哈。其实我觉得这盆给的好福利啊，只是差一点点意思，就是没上盆啊。这个肉唯一点点就没上盆，这个暂时不出了，只是我出价哈，我上盆再出吧，我上盆再卖吧，那个没上盆你们估计也看不出效果出来，因为有些肉还得给它配个好看的花盆哦，没上盆的话可能你们差点意思哈，上盆的话就好看了。下午也是一样，给你们看个杂交吧，这个肉我今天收的还是挺那啥的，看一颗好看的杂交啊、哦，很好看，这盆肉很好看，特别特别喜欢，特别特别喜欢，我给你拿起来看看吧。主要这个肉叶层多哈，很包，不是姐姐，不是杂交，恋曲没有这么宽的叶子哈，你说有人像碧桃哈，杂交
它应该是桃花坞和炼曲的杂吧？对，杂交，很好看，盆也配得好，我拿起来给你看看哦。真的好看，姐姐这一颗，哇，真的是好好看呀！这肉怎么那么好看呢？我的妈呀，怎么那么好看呢？我的天哪，杆子也很好，形也可好，可好，可好了哦！真的，你看，像不像玫瑰花一样的？哈哈哈哈！我觉得贼姐姐喜欢这个吗？我家贼姐姐今天来了没有？贼姐姐喜不喜欢这盆？真的好好看呀！我的妈呀！你看这个好吗？给你个福利哈，郭姐，真的好好看，带盆一起给你哈。太好看了，我的天哪，怎么那么好看呀？哎我的妈呀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福利吧，老铁粉了，就这样出吧，拉你截个图哈。有没弹出来，我再弹一遍啊、哦。一二三，三二就有盆的，就连盆一起给你吧。这种基因的可少可少了，现在像这种空出来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好像是跟可爱玫瑰什么杂的哦。可爱玫瑰杂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有点像可爱玫瑰的叶形，这样全包起来，看它美，是不是？可爱玫瑰叶形全包起来，哇塞，这个肉真的好好看呀！天哪，郭姐，没话说了，真的怦然心动的感觉，有没有？杂交姐姐，杂交哈，你截个图哦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哇、哦，真好看，那个肉真的好好看呀！郭姐的眼光还是好哈，刚好这样，她在上面折点别的肉凑中和一下。它的叶边后面到了冬天是那种粉粉的，底色是那种黄透果冻色，又像可爱玫瑰一样的包起来，看得美。这个是出掉了，姐姐出掉了，那个卖的便宜哦，出掉了。来下一盆吧，下一盆我自己手拆吧，一只手不好搞哈。哦，还这个也好看呢，郭姐，你看这一盆吧，郭姐，你应该喜欢这种。你看你喜欢那个的话，应该感兴趣这一颗，但是我一只手不好给你拿哈。哎呦，过来，但是你一只手不好拿，就这盆儿。这盆儿我得让我姐给我帮忙哈，她做事情这儿摸哈，你上面高卡这人房子就这儿过来了呀。落一天等到你谁？多少钱呢？原子空门姐姐，给你个福利啊，姐姐，这个品种很好养的，很好养，你不用担心哦，一年四季可以纯露养的。来，你看看。是不是可仙儿可仙儿可仙儿了？好，抬起来，这个叫啥吗？这个叫什么名字？你们猜猜，好看吧？我给你带塑料盆，给你发物流哈，姐姐。哇、哦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好看呀！来，你截个图哈，姐姐。来，一二三三，哦，这肉真好看的，我的妈呀，太帅了！来，截图给个一，塑料盆给你发物流哈，姐姐。你看看一圈的崽崽，三四年的了。这个颜色你要把它控到这种状态，这种无砍的朵朵的可少可少可少了，估计你要是玩家的话，几十颗里面上百颗只能养出来这么一颗哈，真的只能养出来这么一盆啊！你看看这叶形好不好？朵朵玫瑰花一样的包包的，姐姐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好看吧？你看杆子，你们夏天担心度夏问题的姐姐们，一定要看清楚收老庄哈，听到没有？而且要收那种可以露养的。还有就是那种型好看的，你看看，就是差个好看的花盆了，其他的没得话说了，就差个好看的花盆哈，给的比较福利哈，姐姐们，来你截个图哈，我就过掉了，牌子拿过来，需要送一盆安慰一下，姐姐四颗，四盆鲤鱼一颗，姐姐你看清楚，你看一下有几颗哈，我们今天是四盆鲤鱼一颗给你，姐姐四盆啊、哦，你再凑一凑啊、哦，来下一盆这一颗吧，刚那盆多少钱？刚那盆卖了，姐姐卖了，卖的便宜哈，卖了啊、哦！来，给你们再看这一颗吧，这颗天花板级的嘛！天哪，我感觉今天这个肉，你们自己看吧，怎么样，给不给力？好看吗？全黄朵朵的，好看吗？现在外面能够拿得出来这种颜值的，这种状态的不多吧？这种颜值、这种状态的不多吧，亲爱的，有感兴趣吗？来瞅一眼啊，这个上个好盆不得了了。你自己看嘛，哇天哪，真好看，太好看了，你们看啊，有姐姐们感兴趣不？感兴趣扣个一啊，好好看呀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好啊，这个肉这颜色这颜值绝了呀，好，我就放边上放着了哈，那个篮儿你看看，我等会儿给你挑点便宜点给你们看看啊，新朋友进来你们先帮我点个关注啊，点个关注好不好，我们一边往前面插一边给你们再播啊，瞅瞅这颗吧，瞅瞅这颗，这颗哦，这个也好，这个没怎么卖过哈，
这个也可以。嘿，哈，过几天发货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你下单之后你想什么什么事儿发，就什么事儿发啊、哦！你抖店里面联系客服，抖店里面联系客服哈，你想什么事儿发就什么时候给你发。看这颗怎么样？看这颗怎么样？这个是啥？你们猜猜，是叫什么？好看吗？这颜色像不像那种带锦的？全金黄色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个颜色怎么古好看呢？喜欢露养的姐姐们拿这盆哈，拿这个红姐吧，好好看呀，红姐，这个我先把肉给你哈，然后你再去挑盆儿。来，你截个图哈，红姐，给个福利给你吧。颜色是真好啊，截屏一，有没弹出来，你把盆儿拿个给我吧，这要配什么盆啊？要不你先买肉吧，后面也可以嘛。来，截图扣一。来，一二三，你看看多福利多香来。它的后面的颜色，咦，什么时候芒果中面啊？我这不是芒果啊，它啥情况啊？这个啥情况啊？这一天天的。来截个图，你看这颜色多好，你看这边的，耶嘿。哎呦喂，我的天哪，我得近一点谈一个人。这见鬼的很，这抖音今天啥情况？来再谈一个，你看它夜行，它的夜行就是从这一面一直到后面那样子，到了冬天秋冬天都是这颜色，就比较少哈。对，但是这种冷香的话，你看你要这颜色出到这种颜色特别少。你看这个姐姐，这个你配个火锅盆特别好看，配这样的，对，黄的配点绿的，带点黄的火锅盆特别好看。我给你放上去，给你看一眼哈。哇塞，爆盆了！哇塞，没得话说了，来不白了，简直！哇，这个肉真的不白了，好看吧？就这个盆啊、哦，给你看看。你要配盆吗？配盆的话就给你配上，后面正好一起给你。就右边的颜色，你看吧，上面的颜色就这样子的。盆你要吗，姐姐？盆。盆你要不盆的话你要，我给你上个盆的链接，不要的话我就后面再配也行哈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肉配这个盆还是很好看的，昨天那堆盆里面其实让我满意的，现在我喜欢那种比较耐看一点的哈。要不先把肉给它放着吧，对，盆后面再慢慢配吧，好吧，后面再配盆也行哈，姐姐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可能你们有些后盆后面再看盆。好的，姐姐，可以的，后面再看盆哈。来，再给你们剥那一盆吧，我给你们剥这个吧。哎呦，这个一只手不好拆哈，我给你们拆这个给你们瞅瞅。嘿哈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拿这儿来看，这颗大货哦，可大了，你们猜猜是啥名字？猜猜知道是叫啥吗？拿过来，我给你们看看这颗大货吧，很好看啊，比较仙儿哈，好像换一种风格。好的，姐姐，可以的，好好看呀，咋姐姐，这个肉看得上吗？给你推荐个炸货给你看看，知道是叫啥不，亲爱的姐妹？估计你们好多人没见过哈，我也没怎么卖过。莲花座大朵朵的，特别的仙儿哈，这品种就来点不一样的给你们中和中和哈，给你们瞅瞅里面的桩杆吧，这杆子都可好了，主桩子这么老哈，主桩这么粗，你拿起来给我看一眼嘛，来着给你们看一眼，好好看呀，这个叫雪域蓝巴黎哈，名字叫做雪域蓝巴黎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初装是黄透的是吧？对，初装它是黄色的，黄粉色吧，就是跟那个三色堇，参考三色堇的颜色有点像哈，黄粉色。把这给我拿一盆吧，这个它不是那啥吗？有一个吗？你看看吧，应该有吧。你们瞅瞅啊，如果觉得合适，你们就喊我哈。这个还可以，不贵哈。我觉得我收的还是挺划算的，收的还是挺福利的。好看好看，真好看，真的好好看的，插个好看的花盆啊，就是每次肉怎么讲的，新货回来了哈，就每次来不及摘哈，所以就只能给你们先看看，后面我自己再慢慢上盆慢慢配啊。来，给我瞅这一盆吧，那就来。前两天的明耀那个黄玫瑰锦的哈，今天到了，我给你看一眼啊，黄玫瑰锦的可好看了，叶形也很好，叶层也多哈。等一下我给你们拆，给你们瞅瞅啊。这一颗，等等我哈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我觉得白天看晚上看都好看啊、哦、你看看
黄玫瑰锦。那个红姐，你上次那天晚上嘛，插一个黄玫瑰锦嘛，你看这个能看上吗？就这盆，拿去给我瞅一眼来。这个也是挑出来都是好的，现在剩下的话也没这么好，没这么圆哈，也叶片没这么黄，真的没这么好。他就不知道是啥土控的，怎么那么好啊？给你一样的价格，姐姐，那天晚上一样的价吧。其实今天这个还要头密一些啊，还要价格还高一点，给你算一样的吧，因为今天这个头型密多了。就是花头更加饱满哈，算你一样的价格吧，就这样吧，老铁粉了，来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老铁粉就这样吧，好好看呀，你看这，你看这个主头，你看旁边这个朵朵，你看这个包子脸，全朵全包的，你看多肉里面红的可能没见得多，但是你要说要找这种黄透色的，而且这种包子的就比较少哈。来，你截个图哈，姐姐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好，可以了。来，后面给我再给你们看看这个肉吧。哦，我还给这个好看，没给你们怎么看过哦。这盆包子脸的，包子脸的这一颗好看，给你们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可以的。这颗吧，是啥？你们猜猜，好看吗？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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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个好看吗？你们觉得？杆子老哈，桩杆也粗，对，象牙，后叶的象牙，给你个福利哈，姐姐。那你截个图吧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玩家货控养的了，你外面看都没这么好的颜色，都没这么好的颜色，没这么肥哈。这个基因不知道是为啥，它就是这么肥，就是这么黄，这么饱满，真的是见鬼的很呢。你看这桩杆多老啊，你看里面的全是大粗杆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一弹这个，他说我在香蕉类目当中，是不是这个跟香蕉一样那么黄，以为我卖水果哟。来截个图哈，姐姐，一二三，来，三二一，你看这个桩子多好，无砍的，咦，无砍的，形也好，朵朵也好，叶层也多，上个好看的盆不得了了，姐姐，真的配个好看的花盆，真的哇塞死了，我的妈耶，真的太好看了。你看朵朵，它这就是肥胖叶型的，有些我感觉肉它可能是根据配图有这种关系，还有一定的基因关系吧，它有些基因它就是这么黄哈，它就是这么肥，你看。好，可以拿走吧。